蓝营认为陈院长2016年主持年改会议提到副总统李玉金可降到7万多，另外王鸿薇也提案修卸任总统副总统李玉金，还强调院长保证过，请问院长怎么看？这个总统副总统李玉金的审议呢，如果在立法院审议，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啊，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要立法啊，要从事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们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好，各位媒体朋友还有网络前面的朋友啊，大家早安。先非常感谢啊各位媒体朋友，因为今天是我到立法院召开的第一场记者会，那所以有一些这个技术面的问题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啊，请大家多见谅。我今天召开记者会主要是跟大家公布啊，我会提案修正卸任总统跟副总统的礼遇条例啊。我们有一个卸任总统跟副总统的礼遇条例，那么我为什么呢要去做修正啊？主要是来自于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我们前副总统陈建仁啊新接任阁揆，那当然我们的行政部门呢也就有这个修法的权利。那么大家都知道，过去陈建仁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他受到蔡总统的托付啊，去做军公教的年金改革。那么当时陈建仁在做年金改革的时候，也有数度的啊做很温暖的喊话，那个喊话就是呢，让军公教少领一些啊，他们委屈一点。那么但是呢，总统跟副总统未来他们在卸任啊，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也要共体时间啊。所以当时陈建仁公开的说，跟蔡总统已经说好了啊，这个是当时的风传媒的报道，其实不止风传媒报道，很多的媒体都有报道。他说跟蔡总统说好了，卸任的礼遇要从30万。降到7万5啊，要删掉正副总统的退休的礼遇。那么这个呢是当时陈建仁公开的说法啊。那我这边出示的是风传媒2017年1月20号。那么同样的，在因为陈建仁他对外说明之后呢，当时的立法委员，民进党立法委员刘世芳委员在4月份呢，他们就提案把正副总统的退职礼遇金一律修到8万啊。那么我想刘世芳委员呢更温暖一些啊，从7万5增加了5000块，把它修正成8万。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啊，也就是陈建仁当时公开的承诺，要让正副总统的退休礼遇金把它向下修正共体时间。我想接下来呢，我先让我们的媒体朋友跟网络前面的朋友去回顾一下当时的陈副总统这么温暖的一个喊话和承诺。好，可以放吗？投多少呢？就30几万这样，到7万5了。然后他说可以啊。那我个人的部分的话，好，刚才是没有完全收音，需不需要再放一次？需不需要？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吧，哈。好，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好，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2017年，哈，陈建仁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他参加三立的台湾加油站的节目啊，当时是针对年金改革。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非常清楚地跟大家报告，他跟蔡总统已经说好了。那么因为呢，军公教他的退休金修正之后，一个天花板是75000，那所以身为召集人，好，还有蔡总统是整个的推动好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源头，所以呢，他跟蔡总统说好，未来正副总统退休的礼遇金呢，可以从300000降到75000，这个是他讲的非常明确。那大家刚才看到，就是他有讲说他要跟他太太去商量，这个是之前哈，就是杨时秋当时我忘记他是不是议员了哦，但是当时是名嘴，他就问他说，为了要展现哈跟军公教这样一起这样子这个同甘共苦啊，你愿不愿意哈捐出这个好像让他的薪水好把它降成一半啊，他说他要回去跟他太太商量一下。好，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我们在正副总统的退职金，当时陈建仁啊对外承诺，那所以对外承诺之后呢，我也出示一下，这个是也是当年哈提案人是刘世芳、吴秉睿、段宜康委员，好，联署人很多很多位啊，里面包含了好罗志正委员啊，还有现在还在像郑玉鹏委员、吴思瑶委员啊、陈明文委员、苏小慧委员，好几位哈，通通啊，当时的一个提案，那个提案呢是把这个正副总统退职金把它修到80000块。那所以我觉得，既然哈所谓的反走过必留下痕迹，而当时的陈建仁啊，他担任这个召集人，信誓旦旦这样温暖的喊话，要跟军公教共体时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他现在新任的行政院长，他也有修法权。在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愿意成全陈建仁，院长求人得人哈。那么我会先做这样的提案。那么当然我也在这边呼吁，希望哈我们行政院也能够有相关的提案哈，相关的修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落实啊当年陈副总统对所有军公教的一个承诺，否则的话你没有修法，那当然这个话不就是空话吗哈。我想陈建仁这个当院长，一刚开始当院长也不希望让军公教认为他是说空话。那么当然呢、啊、好，这个陈建仁他后来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用副总统的礼遇条例啊，那么选择了更高的，就是用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可以拿到49万。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当然也引起外界高度的质疑，但是我想从法律面啊，那么既然你承诺过，我们就来修法。所以呢，今天召开记者会就是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哈。那么我不晓得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哦，我就是75000。因为呢，原来刘世芳的版本呢、啊，他这个其实他的现行的这个现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啊，那么他的第二条总统的部分呢是按月致送新台币25万元礼遇金，我把它修正为75000，好，那这个就是符合刚才陈建仁所说的，他们愿意到75000，然后呢。卸任的副总统的这个礼遇金呢，是按月致送新台币的18万元礼遇金，我把它调成75000，好，75000元礼遇金，好，大概就是修正这两个条文啊。那当然，我刚才有讲，当年的刘世芳的提案，他们是80000块，说实在，我也可以接受哦，哈，我觉得差5000块没有什么关系啦，哈。那么我也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提案最主要的就是落实当年
陈建仁他作为整个的军公教年改召集人的一个公开的承诺。哈，我觉得啊，哈，我认为就是应该一致适用啊，因为一旦我做这个提案哈，我就觉得一致适用，哎。哦，对不起，我还没有。但是我觉得陈建仁既然讲过啊，对军公教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我这个相关的提案呢，我还没有跟我们党团资深的立委啊去报告过，但是呢，我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呢，我也会哈，因为我刚才有跟大家报告嘛，当年刘世芳的这个提案哈。好多位民进党的立委哈，不是提案人呢，就是联署人哈，我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我想他们如果能够去签刘世芳的提案哈，当然也应该可以签我的提案，因为其实是一模一样。如果他们坚持说啊，你一定要8万块我才签哈，我也可以好。好，还有。我要讲的，因为当时不是对不起，是管碧玲委员，对不对？那我是说你是立法委员，你可以提案啊，哈。那么所以管碧玲委员他也可以提案啊。那我只是当时就是质疑说，你光讲一直讲，但是却不做提案，那不就是政治口水吗？那如果他提案的话，我也会充分尊重他。那然后我觉得重点就是大家一体适用，我刚刚讲我今天做了这个提案就是应该一体适用哈，否则的话这个就是那个就像你讲的，它是政治攻防或政治口水。你他是针对这件事情吗？好，我要讲的就是立法委员就是提案权，那么郭国文委员如果认为我有任何的违法哈，或者是有不适任法令的问题，他完全可以哈也提案修法。我刚才讲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不管他是管碧玲，不管他是郭国文或者谁谁谁哈，他们认为在法制上应该要做修法，我完全尊重，而且呢他提案一体适用，我还会帮他们签署啊，请他提案一体适用好，否则的话你这个就是做政治的斗争嘛，或者政治的口水。那我刚讲了就说他们蹭我已经蹭非常久了哈，那我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具体的提案而且一体适用。好，哦，现在吗？哦，可以啊，大家没有问什么？好。我先不好意思，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看他的脸书，他脸书重点就是说他放弃新加坡国籍，然后再把在我先讲哈，第一个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书全文，但是我这样整个听起来就是我听不大懂曹信成董事长他要讲什么。因为如果当时大家去质疑他你没有新加坡对不起，你现在是新加坡籍，然后呢讲了有一些国安问题讲了这么多，但是你等于是一个外国人来讲这些事情，那我个人认为当时大家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新加坡籍，而且就是确实是外国人来谈论这些相关的国安问题啊。那么
如果他，因为他如果很在乎这些事情，他现在放弃了新加坡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尊重他。但是他之前，那可见他之前讲人家什么带风向，人家没有讲错啊。那他到底要讲什么？我真的听不懂他要讲什么。有的。那么我稍晚哦，把，因为他那天有把一些相关的法案，你手上有没有？还没有哈。有，他有把一些相关的手上他要应该要完成的一些相关法案。一个呢是我现在印象里面，因为那天比较匆忙啊，印象里面一个是有关于就是地方民代助理哈，助理他是帮我们地方议会助理来争取相关权益的法案。另外一个哈就是有关于我们学校与校园里面营养午餐的相关的法案，好，因为那个法案，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但是它针对的就是，针对校园营养午餐应该好另一个新法，好，他当时有做这个提案，那他把他现在主要是把这两个案子啊，希望我能够继续帮他完成。那另外呢，大家也知道，一华委员，因为他是长期在教育委员会，那所以呢，那有很多的教育的团体，不管是家长团体，还有教师团体，长期跟他有良好的互动哈。那么这个部分他说他希望呢我也能够帮他能够继续的服务啊，因为我自己在议会里面啊，至少在我们台北市的家长会、教师会啊，还有相关的这些教育团体我都有接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继续的来做那个延续性的服务。但主要是跟大家报告，就是法案的部分，还有就是教育团体继续服务的部分。这个是确实他应该是在前两天吧，哈，对不对？前两天他特别到办公室这样子。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体谅，我们以后会更熟悉一些。可以哦，已经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赶快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仁来联络。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谢谢。